凯杰拉及信息。关于光之心现实，向你问好。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刻，心心相印。我是凯杰拉吉。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你会看到更大的地球上的变化，从政治到经济，甚至在黑暗精英控制的媒体中，尽管他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不服输，明知自己已经输了，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在人类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利用他们所剩无几的时间和虚幻的力量，通过操纵来破坏浩劫。如果你愿意，这是最后的对决。朋友们，你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末世的迹象，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世界正在出现的迹象。所有正在分崩离析和溶解的东西，正在为光构造的新现实创造一个开口来取而代之。你现在所知道的世界将被分解，一切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东西，在黑暗傀儡的操纵下都将被解散。哪里有能量的不平衡，哪里就会发生转变。这适用于家庭、工作、教育和信仰体系、金融和经济，当然还有政治领域。三维存在的所有生活方式都将转变为上述方面的更高能量版本。对一些地区来说，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转变，对另一些地区来说，这将是破坏并重新建设或建立、重新组建。尊重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以及地球母亲本身，作为一个有情众生，是意识转变的关键，并将更高的光锚定到你的存在中。这是一种内在的认识，它是每个灵魂的蓝图和与生俱来的生命目的的真理和智慧。存在本身的目的是成长和扩展，给予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创造生命，而不是结束它。然而，当一个社会被电视24斜线7全天候轰炸时，被一个数千年来一直在破坏人类生活的黑暗精英群体的不自然和虐待狂意识形态轰炸，那些意识有限的人的观点往往会发生变化。再读一遍这一段。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你会发现自己处于当前的境地。大多数人只是想要用勺子喂给他们的所有东西，无论它是什么，他们都会吃掉它，而没有意识到它的粉碎效果。这就是黑暗的方式如何被接受为正常的方式。你已经到达了一个时间点，不仅黑暗的方式将被瓦解，而且自由和保守的方式和信仰也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最耀眼的光芒从内部闪耀。你必须回到新的空间，加强与那个更高版本的你、灵魂自我的联系，并寻求指导，以便在这个提升过程中更容易过渡。对于那些定期返回心脏中心的人来说，你可以感受到正在展开的变化。不仅仅是局部的，你知道，这些变化是宇宙的。如果你只依靠三维的五种感官，你就无法感知世界上的任何不同。新的现实在你的 DNA 中。当你努力提高你的频率时，更多的 DNA 解锁。随着意识的扩展，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你的灵魂自我，你的第五维度版本。在第五维度的存在平面之中，向第五维度的转变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发生，现在已经在发生了。你可以通过观察你自己、你的个人成长以及你在生活之中所做的改变来看到这一点。进入第五维度的途径是通过你的心脏中心、灵魂之光矩阵的位置、主权、洞察力、4层相识、直觉、智慧、天赋和才能，并与你的神圣蓝图融合。从这里开始，在心脏中心、地球上旧频率的循环即将结束。随着这些旧能量离开世界，为更高的光创造了空间，以将其锚定在物质中。你将看到更多的事件发生在前方，因为现在是光和生命按照最初预期的方式在地球上茁壮成长的时候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凯杰拉吉 Catch Raj，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